刚刚接手可以稍微休息一下，或者你们下去上厕所也是可以的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有一个特别的，今天有一个特别的安排，就是我刚刚其实在前面有唱过一首歌叫做《无常》，然后那个是我在返回游行之后回家写一首歌，我就回家之后觉得我应该要写这样的一首歌，然后后来无意间上网的时候，后来又遇到各个朋友，然后呢就很多人转给了我这支影片，然后呢是那一天有一个人记录的一个影片，然后辗转看到，然后我就很喜欢那个影片，觉得跟这个歌的节奏很搭，然后呢后来又发现他根本就是我们朋友的朋友，就是在我们这个生活周遭的人，然后我就跟他，我就把这个无常的歌给他，我说我想要提供这个歌，能不能跟你的影像做一个合作，然后所以很感谢导演彭文兴，然后做了这个无常的影像的作品，在这边你们是第一个看到的。最高等级的掌声跟欢呼，欢迎张璇。